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零七啊，欢迎大家收看这次视频。我们继续玩这个，哎，已经到第四章了是吧？我还没注意啊，已经到第四章了，继续玩这个幽灵交易。第四章了，已经到第四章，然后就安装这个货物啊，但是我们在研发别的东西啊，所以要等一会儿。先给我们队员升个级吧，有没有要升级的？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要升级的。也没有要造的东西，分析是，上次已经分析过了，不用管。人体改造是也不用管。他在审讯是吧？那没事，那我们就继续。哎，等会，把这两个人散开。OK，这边完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来升这个，风险已经很高了，风险已经很高了。安装这个马奎四号设备，这里增加信号分析任务栏位。OK，风险已经很高了，但是还稍微等一下吧。当他 提示我们很高的时候，我们直接雇佣一个特工，然后马上搬家，搬到这个，搬到哪里？搬到这个地方，马斯卡特。逃兵 报告自己感到困倦不适，希望请假休息一段时间。可以请假赞同，也可以反对，也可以对特工进行全面检查。他是一个很忠诚的那个人啊，就是逃兵，我们那个特质里面有一个非常忠诚的，不会叛变啊，所以我们直接250块钱退票进行一个检查吧。损失了40点生命值，哈？哦。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他检查，发现他是生病了，所以要对他进行这个什么，就是进行这个治疗，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逃兵呢，在这个检查就有很多意思啊，所以还没关系吧，让他住院治疗一下吧。我们治疗应该 我们医务室还是挺多的，怎么家里有3个人啊？知道。弹头和敦煌又窝在家里了。氢化合物移除所有，我的天！氢 化合物移除所有，操！就是把所有化合物全部移除掉嘛。哇，这个化合物的名字叫移除所有，操！这也算是一个化合物。妈个鸡！他没有。游侠是也接受过化合物改造的，看到没有？移除所有，你看，面具也是，我们是没有的，逃兵也接受过，冰锥是没有的，秃鹫，你看他们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一些改造的啊，这些人没有，古墓有，精灵也有，有些人是接受过改造的，啊，有些人当然没有了，东方没有，赌圣有吗？赌圣也没有，哦，那一开始三人组是没有的，一开始那个。就是我们赌圣和南哥是没有化合物改造的，后面招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化合物改造，而且不会写在他的个人简历上，这一点还是比较烦。好，安装完了，等待返回新的线索。OK，那我们请通信室有2个栏位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就够了，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有通信这个专精的吧，没有必要再。多安排人来做这种事情，他是搜寻天赋。搜寻天赋是啥意思？搜寻任务特工加成，
哎，等一下，把弹头调回来。弹头不是会搜寻任务有加成吗？赌圣也搜寻任务有加成。你是一个敌方特工吗？不是。战区行动，步枪一支起。好，这个可以。然后把他直接枪毙。这个可以，步枪一支起。等一下啊，我们来做，770块钱，减四伤害，这个可以。那我们来做，然后这个通信都不用管了，但是我们那个弹头，我让他先等下回来一下，弹头回来，弹头专门就做搜寻任务，搜寻那种未知的地方特工，对吧？弹头直接回基地，那个敦煌调到华盛顿去。啊，然后工作间又空出来了，继续升级，降低拘留敌方特工的风险，这个可以。转化疗程，要么我们就凑齐，哦不，凑这个，额外一个伪造任务栏位，铸币3800，升这个。然后再把一个人调回来，交易合同接应障碍，这什么东西？看看，不知道哎，接应障碍是什么东西？接应障碍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要去那个去出下次出任务的时候看一眼？对，这个可以。诊断了一种罕见的癌症，不过尚在早期。逃兵得到了，你看，虽然损失了生命值，但是你看，检测出来，他的逃兵有一种癌症，在早期得到了有效治疗，太棒了。然后自己回去休养，估计就会出事。斯德哥尔摩也活动上，马驹去看一眼。OK，又搜索到了一点情报。旧金山，石鼓浪。黑匣子，学究。腰包。时髦舞女，为什么不能搜寻特工？哦，可以升级了，来，额外的这个栏位，额外栏位升级以后。弹头要两个人，那赌圣也要回来。要两个人才能搜寻，还行。赌圣也回来，他们俩擅长搜寻，然后我们还要派一个人回来铸币是吧？精灵。古墓，碎骨吧，要不就碎骨。为表示对我们合作的感谢，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全香港最出色的自由特工的服务。他们的报酬已经付过了，我敢肯定他们出色的本领一定能帮助你们。大半的消息，啥意思啊？他记这个姓是啥意思啊？对面又在加我们的风险了，要不要把这个碎骨派回来？碎骨派回来铸币，看下碎骨。
C 股派回来铸币吧。因为乌尔都我们有一个这个裁缝。风险加的很高了，已经。行，这两条弓没什么。这里让那个敦煌看一眼，这里让那个双子座看一眼。线人，OK。然后我看一下。啊，现在他们会的语言都挺多，但我不希望招到有问号的人。结果他们都有问号，妈的！意大利语一种语言还是不要，你起码要会多种语言，像他越南、葡萄牙、俄语，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很不错。三合会还行，俄语、越南语、葡萄牙语，他会俄语。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会俄语的去远东，远东那边少个人，或者。让他在莫斯科，那个蓝哥去远东也可以。OK，已经发现这个那个了。看一下，我们如果要雇佣这个幽灵的话，怎么只要10块钱？这个成本看到没有？八级的为什么只要10块钱？哦，因为是这个，很奇怪，只要10块钱，我觉得有问题，可能需要审问一下。可能需要审讯一下，10块钱有问题。我觉得是有问题，他只要10块钱的话，审讯一下再把他洗脑的话，我看一下，如果要洗脑的话，如果要洗脑的话，我们还要研发一个洗脑，1500块钱，我觉得有问题啊，10块钱，但是我需要一个俄语的。哎，也不对，不一定啊。10块钱，我先存个档吧。我感觉有问题，有鬼有鬼。好，雇佣他，然后我们再搬家。等会儿，分析师，正常人数，马斯卡特，走，把这个人抓回来后先审讯一下。我感觉10块钱招一个人有问题。那他们这两个人飞机飞错地方了，又要飞回来。先把幽灵审一下。假情报，这个是真情报了。高级武器天赋。只能战术侦察，然后去抓了人了，是吧？侦察兵导致风险提高零，那有毛用？但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地方破坏掉，是真的。岩石关、敦煌，就他们俩嘛。双子座在下面不用管，他们这个飞机你飞错了又要飞回来，妈个鸡！巴黎派贴纸过去，线人。
已经在这儿被发现了，不需要搜寻特工了。那那个还是回去。Breaking news from Analytics. That Beholder tech is paying off. Listen up. Incept, Caltrops, Theta Seg Alpha, Rushwater, Curie, Locot, Spindlehawk, Colossus. I'm listening. Change of plans. Drop your Cabal investigation for now. We need you on Operation North Star. What do you need me to do? Project Iceberg is stalled because of some formal issue in the Senate. The sooner we bring that airliner down, the sooner we get the necessary leverage. Any particular targets? Sent you a list. When you go through their schedules, you tell me. What the hell is Operation North Star? I'd ask Taipan if I were you. OK, 他们好像要击落一架飞机。但是我们先分析到了一些情报啊，先把这些情报看一下。二副，迷失宇航员，梳理迷宫。佛美女郎。旧金山。芝加哥，东风交易合同。田野小屋，腰包，小图，这不就是逃兵吗？乔尔·卡斯塔内达，乔尔·卡斯塔内达，啊，逃兵的真名叫这个。腰包、田野小屋、小土屋。没看到啊，这有一个。好像没有了。Good。然后我们要去问一下大班，特殊任务。大班是安插在内鬼了，因此我们应该获得更多北极情报，用秃鹫去执行一下这个任务。然后芝加哥这里有一个这个。那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逃兵还在医务室是吧？马上就要出来了，等下逃兵也去一趟美国，就去这儿。这里波特九去检查一下，顶级机密。他被审讯了一次以后，并没有审讯什么别的东西了，说明应该没什么问题。幽灵，那幽灵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他一个高级武器天赋。好，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四个优势我们点一下。闪避意识消耗。第二个呢，击倒所需意识，加快意识恢复，击倒所需意识，意识恢复速度，击倒所需意识。最大生命值，守卫宽度，护甲是最大伤害量，最大生命值。加快意识恢复速度，天赋一柄。OK。还有个高级武器天赋，它本来也是高级武器是吧？那你会什么 ？OK， 会这些枪是吧？长最好是一把长枪，一把短枪比较好，但短枪没有你合适的。那就这样吧，把幽灵派到莫斯科去。那个南哥去还是去海上？他南哥去远东。完了以后，那个谁，哎，幽灵又一个天赋，幽灵什么天赋？幽灵级别好高，幽灵好像是我们里面级别最高的了，八级吧。搜寻特工任务现象，我暂时不需要搜寻任务，他们基本都两个在芝加哥，一个在蒙特利尔。
大半宣称他还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但可以提供一个旁观者秘密情报据点位置。下一步要看一下维信系统，应该拿到一些信息。在温哥华有一个据点，我的天，你们这个据点也太多了吧。西伯利亚又可以活动，谁可以过去？裁缝可以过去。稍等一下，我让那个莫斯科的人过去，不要裁缝走。幽灵过去看一眼。OK， 这人都齐了，这个先去芝加哥吧。啊，也不用啊，这个地方马上侦查完了，侦查完了就进攻了。进攻的话，这个是吧？这个他们俩可以去再查这个，这假情报啊！操！哎，布鲁塞尔也有一个，布鲁塞尔4000块，还行。这个地方应该也完了，这个地方回柏林。他们俩侦察行动完了，我们要行动的话是无面、赌圣、逃兵，逃兵先不要动，是吧？三个人。完了以后，裁缝4个人。还有谁？飞机上这里有一个，谁来着？不管了，就是他了。不对啊，他马上3个小时，他就要冠军就要行动了，我们必须要那个了。哦，只要两个人，那没关系，那就是，侦查完了以后是我们和赌圣吧，就我们和赌圣2个人。哎，不用啊，不要我们和赌圣，拿两个会潜入的过去，对吧？把他抓了，然后他们俩验尸官和这个验尸官和敦煌马上侦查完这个去侦查这个。那、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什么，逃兵和那个弹头去侦查这个。我准备突击，外面应该没什么要管的了。他这边对面马上要完成任务了。我们来潜入吧，要不就就拉把手上就够了，不用拿多的东西。赌圣也来潜入，就我们俩，对吧？志愿的话就用那个在那边两个人就行，一个是验尸官，一个是敦煌。OK， 敦煌负责狙击。这应该很简单，对面就一个人。赌圣应该是有这个伪装的是吧？我们没有，赌圣是有的，我们没有。对，亲自起来，来亲自出门。这关应该很简单，敌方特工在几楼？在1楼。4个战利品，2个文件，这里有个监控，这里有个监控。4个战利品，2个文件，那东西应该不会很多。一个箱子，你这还有激光呢，我操，搞这么复杂。
只有一层是吧？上面上不去是吧？因为地图很小，你把上面直接砍，上面不准上是吧？靠，还有这样子的，你看，三层楼房，啊，上面直接是空的，不准上去，太行了。哎，为什么是空的？它是因为没做楼梯是吧？没有楼梯，不是兄弟们，你这也太行了，是吧？你这三层楼房只有一层还行。可怕，两个箱子，这一个文件，那应该还有一个文件，应该会有四个东西吧，行吗？看不到了。外面应该没有其他的建筑了啊，看一眼，没有，就这一个建筑，这边还是靠着墙的一个难住呢。这文件好难找啊，这还有一个，被这个从哪边进入不重要，因为我们说是潜入进去的，随便选个地方就 OK 了，就选这儿吧。资源的话，我看下这个地方是有墙的，那我们不然哪个地方是有墙？这边是直接是墙的，不然我们就用这边为止。哎，不行啊，这窗户太少了，它只有一层。一层来看的话，没有哪边窗户多。这个房，这个建筑本来就是窗户少的建筑。讲句实话，本来这个建筑就是个窗户少的建筑，就不适合这个资源的发挥。放在北面，好像只有北面稍微窗户多一点，这边的话只能看到这个地方，大厅没有什么地方，都放在北面吧，哎，没什么必要。怎么他妈在这个地方你们俩啊？哎，只有一个地方特工啊，就在这儿。你剩下的地方你根本不用怕，直接进去就是了。看撤离点在哪里？这是一个。敌人特工在哪？那我们最好从这儿撤离。哎呀，这有个文件是吧？敌人特工在这儿，那怎么也看不到我们。到这儿来的话，他往那边走。办事的人还挺多的，这里。呀，谁把玻璃，人家玻璃都踹碎了。监控关了，监控关了，我们要不到这儿来，这边走不通啊，到这儿来看看对面这个是什么情况。他根本都认不出我们来，看没？我没有伪装。但是问题是这个平民太多了，这边平民太多了，不太好搞，不太好下手。啊，这边平民太多了，这么多人，可能需要请个场。
先把东西捡了吧，先把东西捡了，然后他们俩准备清场。把激光关了。他反正认不出我们来，所以我们直接进去就完事儿了，对吧？对，他认不出我们来。这儿，他把机关关了，他去拿这个东西。哎，这有个东西，那可以他拿完这个再过去拿是吧？可以，这边好像只有一个特工是吧？没，连那些保卫的兵都没有，好像。What's cooking？ 可能只有外围的警察，连兵都没有。漂亮。可以走这儿过去，这里面有个人，应该是个平民。哦，这边是一个兵。OK。外面要把场子清了，平民太多了，容易看的。不好撤出来，或者我们走这边撤呢？等一下，走这个外面，街外面撤，外面可能也有平民看着，侦查一下，到时候看看到底哪边比较合适一点。这边应该也有个敌人，或两个人，他被看到了，这是个狙击手，他在这儿固定上，他肯定能看到的。这个人在这儿走。必须把他们俩除掉才行。My skills are at your disposal。这也是个固定哨，都在后面。看一眼这个撤离点这儿。这个撤离点这倒是没有人，可以从后面撤离，不用管那些平民。但是我们把它敲晕以后要赶紧带走。哦，后面还有个警察，麻烦。I trust this is important。就剩一个那个了。看怎么下手了，这个人，这个门是锁的。一二三四，差不多了，这看不到。打开没关系，他反正不会动。好机会啊！不，这不是好机会。他在看这边，他们俩互相在看着，不行。他先过来吧。看有没有可乘之机，甚至我们无面可以直接走到他后面去。What's cooking？ 无面到这儿来都没关系，他看不到嘛。或者无面站在这个位置也行，站在他边上也行，他反正看不到。看看，这都看不到。
他不会动，他等会儿会绕到这儿来。禅定开了，击倒他需要50意识，他击倒是40意识，40意识他是95是吧，他可以连续击倒两个人，那可以了，那没事了，那他只需要在这儿待命就行，他击倒他，然后再击倒他，他接着击倒他，只要确保这边的平民不会到处乱走就行了，他们可以两个人把三个人全部打倒，很好，这是我的效果。好，就是现在动手，Mission target incapacitated. Copy, team.不对，他一回合只有一个火力点数，妈个鸡！一回合只有一个火力点数，操！幸亏他不会动，不然就出事了。那还一个人到哪去了？准备转移，他先把人背出去，放到走廊上也行，放到哪里都行，走廊上不会有人，应该不会有人啊，我记得走廊上是没有人，或者就放到My skills are at your disposal. 放在哪？放到这儿，随便放哪都行。他们都在里面转悠呢。Yeah.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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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他，他已经搞定了，这个人都可以不用管。这是个固定手在这儿，你要把人放到那个里面，他把他击晕以后，他把人放在里面，然后稳定一下。
应该来，他来背，他来那个。算了，他因为他意识比较低了，啊，他回意识也挺快的。那可以。Yeah. What do you require? This 个窗户是封着的吗？好像是，是封着的，漂亮。这样他先把人可以放到这儿，然后他们俩进去把这两个人全部搞定。I'm here.警察应该在这个位置。看不到。啊哈。What do you require?他回到这儿了，I'm here. 他还要往里面走。I trust this is important.这样呀，警察，两警察。他去那边背人。Why not? Standing by for orders. 他就在这边巡逻是吧？那他不足，没有什么，他不构成威胁。这个警察就构成威胁。平民还有一个，平民你别乱。Yeah.
别乱动啊。他还要往前走，那我警告你不要乱动啊，你乱动到时候死的是你。Standing by for order. I'm on my way.I'm here. I trust this is important. Top down. 不动就好。I'm here. What's cooking? OK， 搞定。搞定。Stick a fork in us. We're done. 截获了一个北极行星中的对话。击落一架商业飞机。防弹背心 MK2。九，移动力损失零，可以，这个可以。特工的潜入天赋。潜入天赋是什么意思？潜入天赋任务加成啊，那不用说，这个好像啊有新的东西了。国家安全部，定蓝法典，管弦四重奏，传令官，没有。谨慎司机下腰交汇点，也没。哎，这有一个。没有了。顶级机密联合体，佛罗里达，边境杀手，办公服，公贼，草丘。杰瑞，风雨羊角，黑曜石之眼，象牙寒，沉睡者。嗯，天线，折扣狂人，猛禽。OK， 没了。北极星行动又开始密谋了，我们要去潜入两个地方是吧？下期再玩吧，下期再玩，这期先把人审一下。
OK， 这期就先到这儿吧。我是零七，感谢大家收看这次视频，我们下期再见。